家好，欢迎来收看乌塔 TV。今天乌塔也是拍一个 vlog 给大家。今天我要干嘛？今天我就约了一个台湾的 YouTube 观众，然后过来这边喝下午茶。就是我们也是，很奇怪，就是 YouTube 认识的，然后他也是看我频道，然后后面又成为了朋友这样子。今天忘记拿钱包，我待会要回家拿钱包。今天呢，就是来一家二手奢侈品的二手古着店，叫做 Fans Gun IM VIP， 就是 OK， Let's go。La femme commence au fond du couloir. Ça fait tout jusqu'à là-bas. Ah, d'accord. Voilà. Ouais, ça. Ça pourrait être. Ça pourrait être. Ça pourrait être.这个好好看啊，这个这么大的还不错哦。这些 Celine 的鞋子，然后这就140，那个 Prada 的凉鞋，100块，也蛮好看的。说实话，这个蛇皮袋觉得这种也蛮好看的。帽子，如果你是有时间在这边淘东西的话，是蛮能淘到好东西。因为我看这里的东西，其实设计各方面都还不错，而且它弄的是猴，也是很新耶。MC 这种简单穿的还不错、啊、这条还不错，这个不错吧。然后上面就是有巨多巨多的那个包包，我又看中了一件，看一下这个，是巴拉曼的，好好看。天哪，还有这种雨衣，90，好看。这一件就是爱马仕的，450欧元。香奈儿的耳夹，还有香奈儿的项链，啊，我觉得里面东西真的好棒。我从来没有去过一家古着店是有这么干净，品牌有这么好，款式有这么 OK， 它是真真正正的 Vintage， 整一家店都是那种风格，
猴仔，所以这个店我之后也会去，然后我也安利给大家。因为今天我没有带钱包的关系，所以我是什么都没有买到。但是可能之后还会拍一个穿搭的影片再给大家，就是买一些 Venti 的东西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OK， 那么现在我就回家拿钱包，然后下午约了朋友出去喝茶。走来走去好烦。Moments later， 就要找一家叫做 Season 的店。然后是他给我推荐的，就在这条街上面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。我又迟到了半个小时啊！喺度休息啫喎。哦，入嚟啊！哦哦。哦，它还有扭蛋。今天是有点累的。今天呢，和 哔哔哩 广场、共和广场那边，也不知道在搞什么活动，就看到好多人在那里游行，警察也非常非常多，但是不知道他是搞什么了。刚刚那个店呢，我还没有去吃过，因为是 Uta 的一个，我在这里认识了，我在法国认识了起码5年的闺蜜吧，她开的一个店，她是跟我一起读设计的，所以我觉得各种设计理念啊，还有各方面我觉得还不错，然后下次可能拍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。今天就是好衰，居然忘记带钱包，然后在古着店看中的东西也买不了啊！下次我再去古着店拍一个穿搭的视频啊，或者是拍一个试衣服的视频给大家看哦。好，那么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有一点点想要乌塔乌塔 TV 的话，请不要忘记给乌塔一个 like， 然后发到发到订阅乌塔 TV。那我们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！啊，拍摄 video， 再见。